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前一段非常火热的这个世界人机大战第一局，对阵的双方呢，大家都知道是谷歌公司的 AlphaGo 和李世石九段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非常关注的棋都是哈，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给大家来这个解说这个棋局。这个棋局可能大家也许看过，就是大家都沸沸扬扬的说这个人机大战。这个是他们两个是下了五盘棋，李世石和这个电脑啊，AlphaGo 说下了五盘棋。对，五我们番今胜天给负，大家介绍第一局棋啊。这个呢，就是故事呢就比较多，咱们慢慢这个一点一点给大家说啊。第一局他们是抽签，采用中国规则猜先。现在第一盘李世石掷黑，我们来看这盘棋。那么他李世石是他是第一步下的小目，他采用什么布局呢？他看。那么挂角，对，这样。AlphaGo 呢，它是这个电脑啊，它这个怎么说呢？之前李世石对它一无所知，就是说他只知道他这个没给他下过棋，没错，他只没知错，道前面他跟欧洲冠军那个樊麾下过五盘棋，对，仅此而已。但是那个跟李世石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所以之前呢。大家一致看好李世石会，完全肯定赢。当时还说是5-0要赢对方，李世石也表示过要5-0。可是呢，这个李世石对对方实际上是不是很了解？但实际上呢，对方这个电脑他对李世石呢是有研究，而且他棋谱他电脑很容易的很熟知，也有过也可以做准备怎么样？那所以还是不对等。所以第一盘他对着电脑，我觉得他心理上其实很翻滚。这个第一盘下的时候，他其实情绪上，是很复杂的啊。赛后他采访他说呢，他说，这个第一盘之前啊，他没有对这个 AlphaGo 有充分的了解，他对。错误的估计了他的实力，因为光凭他这个五盘棋跟那个樊麾的这个对战来看啊，他并没有觉得这个 AlphaGo 具有很高的实对，力那个引起不了。当时我也是觉得，我是也啊，看大家内都容是这了，样认为我也引起不了，因为樊麾它不是能做一个地标性的这个对。比例，就不是大家能够说是樊麾输给他就当那么一回事儿。因为对，樊麾当时他是跟李世石能够还是距离很多的，没错没能大错，概差2个子左右吧，啊，可能是让两他个。之前是中国的职业二段，职业二段，对，我就在国家队少年队训练过，我知道的，后来去了法国，对，对，但是我们就现在说这盘棋，但是实际上第一盘呢，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么下呢，他也不知道对方的底在哪里，所以他怎么下呢？你看他这个手呢，他是走的这个，好像是吧？对，这个这是很少这见，个没是有这见个，过。是这一招棋，是的，这是招棋。这么偏也都在这里，的。这个是应该是在这里，这个就很奇怪，对，看他的意思呢，李世石想下一些电脑不认识、不会的招法。可能是这样，啊，对。可能是他想就是说，下个对方不太熟的或者布局他没见过的，这个倒是我第一次见，对，但是这只是差一路，对，这个他想看试试电脑啊，或者这个会不。试一下他的水平会不会到底，或者没见过的会怎到么底会样？不会不会？会乱？你看他当时挂一个，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好，反正这个是相当正确的。看堂堂正正的，你不管怎么着，稍微对过一对路，他没有阵脚，没有乱。对，然后黑棋二进高二进价，高加，然后呢，这个棋是拖的，这个也可以，你别说这可以，本来一会儿跳啊、飞啊，那个都有。或者是大飞这儿也有那个对，大斜，村镇妖刀是吗？村镇妖刀那当然那个都那他这个选择的呢，这个他那个程序就是说，他每次选择都是选择自己
离自己胜利最近的或者一种算法，是的，是的，或者他这个人工智能啊，又说还有另外一种模仿人的思维啊，一种神经啊，怎么来计算？他两个系统计算就来总合，来综合一下，看哪个是最佳选择。没错，这个我们现在还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啊，这个应该说，这个都是非常普通的下法。对，很普通，直接跳也有，他先拖完再跳，效率可能更高。以前也有人这么下过，但这样下呢，就觉得把变化走干净，也有这种嫌疑。现在走这个，但我不知道李世石会不会看到这种下法之后，更加深了对这个电脑的怀疑。他觉得，哎，这个招法是不是局部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好啊？但实际上这么下，一开始布局的时候也无可非议，你也不能说它就不好了。不能说不好，对，不能说不好。它比较朴，说我自己感觉就是比较朴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也看着也很简单，但是李世石这个棋呢，你要不走呢，被他跳下来，他也是个好点。那走呢，实际上你这个乘这个空是不是好？他就压一个，他就退一个。要是我有可能搬起来哦，搬这个啊，就是说搬起来好像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就是这个，搬这个对，你要搬我就粘上，断的我打了这个，你比如你要断，那么我再打一个也没有什么，对，这也是一种想法，我可以搬，没有什么关系，你跳我就提了，你打走这个，这样这儿这个刺线，这个好像黑的也可以啊。要是我可能这么下啊，那实际呢，他这个李世石就没有，他走得很简单。我觉得是不是他第一盘他有点放松，或者有点轻视，或者他心情很复杂。你看他就这么简单，这个。这其实是这样，刘老师，哎，我也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就是说，这里呢也有后来因为赛后也很多人对这盘棋呢就是提出了一些意见哈，说这个局部到底应该怎么下才是最妥的。本来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下，后来说这棋下成这样的时候，其实黑棋可以这样虎一个，然后它粘上再往回拆，说这个是很普通的下法，很普通。那就是说你这个刺呢，我就冲断，对，是的，跳冲断，本来它那跳。刺可能来不及，会粘在这里，这个当然是也是应该说也有啊，是吧？对啊，我觉得这也普通，这就慢慢下，慢慢下，慢慢下，这个也可以。这个当然也是其中一个下法，一个下法。但是李世石那个他就这么长，让他那个加工呢，你要说他明显坏也说不了。对对，其实但是我就这是一个下法啊。还有我说那个直接搬一个。是吧，也是一种下法，也可以，哎，但是这个就是说啊，作为我们这个棋界哈，事后或者当时对李世石觉得你推电脑，有时候要这么下，要那么下，很多种下法都有可能比他实战或者更积极更怎么样，这个也不能怪，这个我认为也不能怪李世石，对，李世石你这个你不能说李世石下的不好或者怎么样，对啊，谁上去其实你这个对电脑第一次，你对人要求那么严，不现实。对棋手啊，你看他就这个，他我就觉得稍微扁了一点啊。对他这个结构，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这样的话也能下，他压一个，他也不搬，他就退，稍微扁了一点。这个，对，但是我觉得即使这样，黑的也可。也可以，也可下，也可下啊！关键在于后面，是吧？也可下，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哈。但是就之后，我觉得可能有些方面，先这个我也觉得挺好，这个靠一个，靠一个也不错，也不错，也是个手段吧。你说你搬我就退，哎，这个也是个挺好。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没想到这个对方反而是先出招了，下来一个狠的，出手了，他先刺了一个，然后顶断他，顶这个，哎呦，这个够狠，这个。对啊，这个出了这个招，那个一下子他倒先动力了，第一次面对电脑，他出这个招，说是这个李世石心里啊，可能有点不太适应，他直接正面应战，他也没想到对方的实力。要是说，迂回一下，要是我们说啊，
下个温和一点的下法，觉得你就退一个也没关系。他是不是觉得这样不舒服啊？被人家这个靠的子就这么被人家拐冲冲撞，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大概最狠的这个，然后你再跳一个，跳一个，哎，然后白棋再跳出来，你跳，那我就脱了脚也行，哎，脱脚，脱了虎。哦，哎，你这个不是也挺好的？这不是常见的形状吗？就慢慢下呗。不，这个正常行吧？这个那边要打劫以后，那都说对方打劫并不行，但是这个棋是一个最常见的形状，这个而且是黑棋的顺调，你只这个子损一点没关系。对，是的。我觉得这个是最普通的，也可能也最有效。要是我下，觉得这么下。局面慢慢走，而且这个棋局如果是有自信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局面，就慢慢下呗，反正别让他把他先断开，是吧？经常是上手和这个下手，就是碰到上手的时候，下手碰上手的时候啊，容易心慌，对，容易就技术变形，觉得真正你要是觉得对方你又走普通的招，就是不要着急，你要是你像我所谓的力战型哈，实际上呢有时候心虚，觉得你跟人家对方慢慢下，怕下不过人家，所以要出招，要跟人家引起战斗，有这个心态。实际上就是慢慢来，这样就挺好。他呢不，他实战呢，我们看啊，这个后面的作战呢，李世石当然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棋手，他是力战呢，当然不毫无质疑，都很有力量。他可能也想试试，那你断我，好来吧。他把这个刺了，先刺一下。这个刺实际上有点舍不得的。然后上面又飞，飞这个挡一个，就硬冲断，在这个地方冲断要作战，好吗？这样，白棋单拐啊、这儿来一下吧。是啊，这儿是搬他反搬、是吧？那么他那个尝一下，对啊，这个那就作战。作战看看那个怎么样了。黑棋单长这个的时候，现在白棋不能跳。如果说现在白棋跳呢，那他一小尖，那白棋真的要麻烦了。你说要给他夹住？对，就拐完了一飞就把他罩死了。这样把他罩死了啊？都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这个是。那就这不行。那电脑要是这样的话，马上就这个给吃死了。对，就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长的时候白棋是不能走下面的。白棋现在呢小尖尖出来，这是正确的。对，但是这个地方作战的场合啊，李世石是不是就适合这个地方作战呢？也反正也有不少疑义啊，也有疑义，觉得是不是这样？但是这样作战呢也是可战的一个局面。那么接下来刘老师，这棋黑棋他能不能，比如说刚才不是白棋要跳出来吗？对，我现在能不能小尖尖住他呢？哦，现在是冲断了啊。对，那不白棋冲断了、冲断了，对，这样他不肯吧？不肯，对，这不肯。而且外面这三个子基本上就废了啊。对，这个把这个全吃掉了。那他黑棋还不愿意。对，这样他不是他的初衷，他是这样，他是要走这个，他是走这个，是吧？你要吃这个呢，他再吃。啊，就你要吃这个，哎，你若吃这个，那他把这个吃掉。然后我再煎住，就煎吧。哎，这样黑棋满意。但是白棋不干的。白棋不干，那么就是作战。那么就大家作战了，是吧？对，他是跳的。白棋跳出来。跳出来，对。那么黑棋这个时候站上作战。是。这个您觉得这作战前景怎么样？这个我并不觉得多。黑棋要是非要这么硬来，我倒觉得就那么拐一个，就那样走就很好。那个平稳的，就是那个刚才说那个脱脚虎了，那个局面，我喜欢那样的黑棋。现在这样的话，虽然是硬着给，反正是一个作战局面，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求眼位啊。这个太难受，对，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求养，就到最后你的不管怎么说，你要在那里面做眼，在这跳一个，对，跳一个，然后把这立下去。他这个一立呢，你的在这里去活，你看这个在这儿活，靠这个，这个地方总觉得你在这个地方走，这个地方去做活，把被
对方赶在这个地方，嗯，有点委屈的感觉。对，嗯，这个我不喜欢这样，啊，一旦那个就是如果你要没有形成特别有力的把对方吃着一块的话，都大家都平稳的往前走的话，有可能损了，嗯，脚损了，时控损了，对，本来是黑棋有可能，哎，挺有力的，现在就不见得，就是。原因就是刚才这个挡了被人家断掉之后，显然这个作战对黑棋不利。还有前面你要估计对方，比如说对方觉得力量很大，刚才邱老师说的什么我刺一个拆二就行了，不让你打入，这就是我们人就是棋手啊会想，对方是个力量棋，我就避免他。对，哎，我就刺一个，我就把拆，不是不让你打入，你不是爱作战吗？哎，对方要是柔软的，我就用点力，哎，就这么来。但是呢。这阿尔法狗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棋，对，李世石我们知道，但是对方啊下之前都不知道它的风格，嗯，这个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对，这就是，嗯，是我，所以不能说完全怪李世石，就谁上去都会懵，对，因为对方不知道底，你心真的是好像捞不着底，那个下法跟对方做一个人呢是不一样的感觉，对对，嗯。那个李世石呢，他就是别的棋手，韩国棋手评价他呢，说他是特别擅长于根据对方的一些细节的肢体动作或者是表情，能够抓住，对，能够知道你对于棋局的判断一些想法。但是对面做了个机器，你哪能知道了？哎，这个是让他一下子就抓不住头脑，是白棋跳，白棋跳一个啊，嗯，黑棋飞，黑棋飞。啊，是，嗯，然后他这个地方刺一个，他先刺刺一个，是吧？对，这个地方来跳了一下，说刮他两下先。不是，这个地方你黑棋活就活的就有点那个什么，很委屈啊，很委屈的。两只眼，你两只眼很免，虽然是活了，但是你在这个夹缝里面这么去做活，嗯，就他白棋有很多利用，你实际上是有点亏这个。嗯，哎，这个走了这个之后呢，他白棋先贴了一下，贴一下，对。哦对，然后又靠断他，靠断，好，这靠断也挺凶的。嗯，一般的情况都不是不马上断。对，但是他这个啊，这么厉害啊，就靠断一个。对，但是靠断一个，我也应该一般的都是长这个。哦，黑棋啊。对，这正就是最常见的长一个。单长。单长，啊，你总不能你这个子也不能逃。嗯。这个长是最常见最普通的，那他走完了是不是白棋还是要准备贴下？也是贴，对，因为他这个断着一下他贴起来黑棋就搬不动了，就不好搬了。 是那但是他之前单贴的话，他难道还怕他双一个再搬吗？不知道，不会吧？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太会，嗯，应该不太会，也是贴，但是呢，嗯，对黑棋来说，嗯，总是长一个。就这里呢，黑棋他最不能考虑的下法就是这样。嗯，比如说大家觉得，这棋不如我不如把它争掉了吗？你是能把它争掉，但是这个被外面先刺一下，太难受了。然后他还要往这儿贴下来，那个刺可能他都舍不得刺，反正这个棋他先留着是吧，哎，这个太难看，这个不行，这不行，不能这么下。他白棋也想这么定型，嗯，看看你怎么走，也可能。嗯嗯，所以。这实战的黑棋没有长这个，他下的是中间星天元啊，他在这儿虎了一下。对，这个也是我们有争议的。嗯，就是说这个虎和长，这是当时大家看棋的时候啊，很多高手们有争议。他们觉得这个虎觉得应该长好。哎，对对，虎它干嘛呀？哎，说长一个不挺好吗？看看他对方有什么招啊？哎，这个是有这个一个争议点。但我现在觉得李世石这个虎好像有点引诱人家要长出来的意思，其实不见得有这个长好，但是呢，他虎这儿明显就下一步如果打，哎，对，打到这儿不就感觉形状好点？但人家也长，肯定要长一个，对，长一个让你那个地方形状不太好。然后黑棋这个肯定得跳出来，哎，这是肯定一定的，对，这是一定的，哎，这个都是一个说。很普通的朴实的招，嗯，这个尖一个呢也是一个普通招啊，嗯，小尖后面就这个时候啊，嗯，
又有疑义了。对，这个时候，哎，后面就有棋手问他说："黑棋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先挤兑呢？"对，这个是我们的很多人的质疑声。啊，是的。而且正常下都是要先挤，这是本行。对啊，对啊。这个呢，挤一个呢是堂堂正正，就是说按棋理上，就是应该先在这个地方走。因为你很明显有个挤打的挖断的手法，你是肯定是要挤的。你漏那搞一个漏洞，实际上啊，给漏一个破绽，引诱对方来打。对，确实。这个棋呢，走一个粘上再长，或者你虎我长，那是一个正确的次序。没错。他是什么？他没有去虎。他没挤。他没有挤。他是单长的。黑棋呢？这个时候是单长的，单长的，那么结果就不一样了。那他这个是不是想他走的时候再走这个？也许是是卖个破绽，或者怎么样？你要提这个，他可能是这样，对，或者这样，他这个这是一个破绽，那这里的变化呢，还是有一些。嗯、那接下来到底白棋会怎么下呢？跟这个先挤有什么差别？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留点悬念，一会儿回来。好。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人机大战第一局，由 AlphaGo 对阵李世石的对局。那么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到这儿，这个黑棋单长了一个，现在啊。我说应该这个不要长，但要先挤，先挤一个，对，是，对。那么现在长了一个之后，你这个就等于欠一手，谁引打你还得要挤。是啊。现在白棋呢，这他也没有去打，他就顶一个好行，这个棋啊，白棋下的挺好。实际上这个时候考验了一下这个。他可以挤打这个，现在。可以，他这就是说他考验的，实际上他走的是本行。嗯。这个棋呢，就是说从现在看来，白棋啊，走的都挺好。跟走到现在，你说跟想象的这个电脑以前的我们的认知，觉得电脑会差很多。就前一段时间，不是和刘老师还讲解了这个计算机大赛的冠军跟我们的联校啊，下了一个四子五子，他都输了。六子才赢啊！对，六个还好不容易才赢了。那是几个月前。对啊，对啊。不到半年，几个月前。那会儿还说这个计算机如果想全面赶超人类，大概需要10年。结果这话说大了。这个没想到这么快。是。虽然不是一个计算机系统，不是一个电脑，对，不是一个软件，但是呢，这没想到发展的这么快，没错。现在说是这个人工智能，它的还有模仿人的思维来总结人的经验，来下这个棋，这么厉害，这使我们真的措手不及。没想到它来的那么快，知道它会来，但是没想到这么快。这个棋呢，就让我们这第一盘，就下到这个时候，就我们就觉得已经是已经下得非常出色，非常好了，和以前那个，联校的那个，那完全不是一个水平，都不是一个水平了，好，我们现在看白棋这么一顶啊，黑棋李世石又回来这个，那么这时候一团呢，你团到这儿又太难看了，这又打都嘛，他又补在这儿，那你看这招棋。就显得效率不高，这招棋应该先棋挤，是的，如果先交换的，现在等于是白棋它脱先了，本来这儿白棋应该或者这有个粘有个虎要先挤的话，对，现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形状其实白棋已经得分了，这个地方白棋已经赚便宜了，那么走上这个之后呢，他大踏步就往前，这个可以往这么走，赶紧把这个贴下来，对对对，这个贴太大了，是，对对对，这又贴下来，对，这个没法防守。这个棋一路下来啊，这个棋，这个招棋，这招棋，这招棋应该搬一个了，就是说，这个一直贴下来，对，这就这个时候黑棋应该搬吧，搬一个好一点，应该单搬是吧？单搬，你现在不能断了，断我打了贴你就不行了，对，你只能搬这个，我再粘上，粘上，你这个棋呢，如果立的话，我再刺一个，这个形状会好一些。哎，那这样白棋这块棋就要面临着赶紧要做活的问题啊。对，多一个刺对这面好。对啊，对啊，对啊。那你现在你实战那个，应该说比实战要那个
要有点力气。是啊，你这个棋呢，嗯，它是直接的那个下来呢，嗯，也这个时候可能也下得顺手了，被他就这么直接下来啊，嗯，就这个就变大了，这个对是吧，嗯？本来搬粘之后还多一个刺，现在呢，你要回来之后，他怕白棋这两个子逃出来，他把这个吃掉，赶紧回补，哎，回补一个，嗯，回补一个，那这个地方实际上又变大了，你被白棋这个地方，这个太大，这个太大，嗯，黑棋这个手脚跟这个挂，这招棋的价值相当大。就下到现在为止，白棋的所有的棋都没有办法说它是哪步棋下的不好，没有，只能说黑棋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对，嗯，就是说白棋哪一步一定不好，现在没有。对，是的。你要说黑棋哪个地方我什么特别不好吗？也不能完全那么说，但是我们呢，就是看棋的人呢，嗯，总是对李世石总是期望值可能高一点，觉得你李世石应该在更应该下得更好一点，更好一点，哎，有很多这个，嗯，甚至当时，嗯，我们这个很多人看，不管是谁啊，柯洁啊，或者罗琦啊等等，都就说质疑，他说你这个都觉得自己可能上去会可能更好的。是会，当时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啊。好，我们来继续看，现在挂一个走这个，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们当时观战，嗯，也都没有对李世石失去信心。对，就觉得这是学姐，你电脑的后面坐在后面的，给你使两招，你可能后面还会不一定行呢。这中盘还那么大的空地，哎，对对对对，即使现在仍然还有看好黑棋的，嗯，说是他形势不错，对，不管他怎么样，嗯，也说不出白棋哪个不好啊，嗯。好，我们再继续看，黑棋现在挂角，挂一个，对，是，对，挂一个角，嗯，然后呢，这个时候啊，白棋他下了一步棋，让大家都很吃惊，他尝了这个，吃惊吗？啊，他自己补一个，对，所以他自补一个，大家都以为人家挂一个嘛，你就在这儿硬一个，或者是靠压，你选择一个下法呗。就觉得这儿怎么脱先了，跑那儿去补了一个。他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是，比如说以后黑棋会弯出来，弯出来，弯出来，或者这个地方的确是有味道的。比如说黑棋可以这样弯出来，弯出来呢接上，然后长出来的话，他比如说他跳一个，跳这个吗？还是跳那个？跳那个有可能，打那个跳这个吧。那就跳这个啊，跳这个是吧？对对对对对对，是有这个可能，是有这个可能。但是这个打一个，你说是怎么回事？那白棋只有双珠了。那这个棋真的是你说这就看不清了，这搞不清楚。这个棋是很危险。这个的确很大。对，很大。他补，我认为是正确的。哦，是下。您觉得补一个是补一个正确的？哦，他那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黑棋挂角之前他就可以动手。那是那个地方随时有，他是可以动手的。是有可能。哦，你但是李世石一直想瞄着，想挂完你走完的，就像你，你是随手会就补一个。对啊，以为跟你先交换一下，然后他再弯出来。对对对。也许李世石还没有算清，先挂一个。他没有把握上面，嗯，对，也有可能。那白棋呢，很机敏的就把这个补了。补一个，对，他的判断觉得这么补一个，形势不差，或者怎么样。嗯。他觉得这是最大的隐患，嗯，那要大过那个，他的计算，所以补一个，让你黑棋双飞燕，黑棋双飞燕，双飞燕再走定式了。他走，哦，走另外，他选的这个定式，他靠一个，对。然后这个时候他下的也是让人很吃惊，他又靠了一个在这儿，对，搬起来是，然后断。断一个黑，他的计算是这样，普通我们可能觉得要么长要么虎，嗯，是这么居多。他这个再断一个，这个其实是一种华丽的下法。对，两头断呢，啊，什么都经常让子棋啊，或者走得漂亮一点啊，有含蓄啊，或者怎么这样是居多。断一个挺好的棋，断一个是，断一个的力呢是最强的，其实是最强。就黑棋硬的是最强的，最强的。你要是打一个什么在这儿走啊，那叫没有他这个来的那个什么这么厉害，这是最强。嗯。那白棋这个时候呢，他又断了一个，
啊，他虎了一下，他虎他是虎的、啊，对，真断一个，那倒是真的是，这两边下的一样是吧？真断一个，我觉得那就有点意思了啊，断一个倒是一个，真的是也是一个，挺华丽的。这个我还真没见过，是不是以前有这样的古？就是我过去让子棋，我就下过两。哦，有这样下。两头一断，一下对方就懵了，然后中间然后您就把人家给杀花了。对，就让子棋的、白棋就这种断，是最多。现在虎一个，好，这样也是一个，黑棋大师他可能也觉得一个简明。对。这样呢？从这儿挖，他这儿挖吃。如果你比如粘呢、啊、或者立呢，他就。他有他的想法。他比如说粘上，粘上。假如说现在黑棋粘上，那有可能他就尝一个，尝出来吗？尝一个吧。啊、哦，您就尝出来。尝一个。那黑棋现在会进角吗？如果凶悍一点的话，那是有可能。这个有点厉害，有点厉害，嗯，有点厉害。你说的这个真的也是一招。哦。也是一个，嗯，这个是最强的，邱老师这是最强的，他要么就这个棋是不是长也都要考虑了，先那个什么一下，比如说先防守一下，也有防守也啊，我跟你说这个走的比较，比如说他接上了之后啊，他加一个吗？还是不，可能就俗一点，就是直接虎下来，单虎，嗯，单虎的人拍一下，粘上。粘上就看你要哪边了啊，如果这个先打一个，先打一个，这两个先棋交换着、啊，这也是一个比较俗一点的，嗯，白棋先打一个是吧？嗯，这个就是说这个是比较普通的下法啊，嗯、这黑棋就是最狠的就是粘上，但是他没有走，他是直接李世石就这么吃掉了，看我们看实战啊，他直接就吃掉，嗯。对，然后白棋打吃呢打，他就尝一个。对，嗯。但是这个棋呢，白棋落的先手，黑棋呢把这个就吃通了，看着挺漂亮的，全部归为黑棋了。很大呀，很大，确实是。你要是喜欢是这个走的漂亮，你看这都是归你了，觉得这个挺好。对。但是走成这样呢，就是让白棋落了个先手。白棋呢，他是动手在别的什么？白棋先搬了一下。搬一下，对。然后上面又搬了一下。搬这个就是之前留的后续手段，嗯、哎，你这冲是先手，但是你的做活，对，你的再靠这个做活，是吧？这个就显得委屈，嗯，你跟这个交换木也亏的，嗯，是吧？这个就是说你在这个区域，你就之前在这儿走，你就没有办法，这就只能是如此了，嗯，你就之前欠的账了，然后他点进去，点进去，这个是。比较厉害的，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始料未及，就是说对电脑啊没有对它认识够，这个很凶啊，对，这很凶，这个完全没有预料到它会从这儿是点，哎，都没想到它主动出去这么力量那么大，真是啊，哎，之前你们那个定型啊，可能觉得哎亏了好像，普普通通的定型，觉得你没有施展力，没有什么大的力量嘛，但是这招棋力量太大，这个棋呢你要硬杀的话，你就这样。尖主最狠，尖。但是呢，这个棋啊，如果这样，他挤一个，单挤，那粘上，只有粘了，只有粘，不粘不就被连上了？他搬了，嗯，这个是吧？弯一个，弯一个，不是您这断了，他跳下去了，这他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已经这形状都很碎了，觉得黑棋。挡不住了，是有这个问题，是有这个问题。这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是有、啊，这里有断，这一块棋有问题，这就有棋了。是，这有棋了。嗯嗯，就没想到他是力量这么大，往这儿点去，真敢这么下、嗯。那要早知道黑棋就把这个点了呗。点不着，我也是觉得之前呢，你那个能不能点着一下，能不能点着刺着骗电脑一下？但是你这个刺呢，你要之前在这儿刺着啊，刺一个当然能刺，它粘上当然便宜了。对。但刺的话，我想它随便靠一个或者怎么，它不会去粘的。它肯定不粘。不粘是吧？它这个又本身这个先手，你刺它顶着你走，很想刺着。但是没刺，这个刺不着。但是被他动手之后啊，这个棋都来不及了。
那你在此肯定是后手了，毫无疑问。对对对，现在这个他这一点，这个李世石走什么呢？他就往前走了。嗯，他没有奸，奸那个刚才那个下法啊，他怕你打劫弄不好啊，这个整块棋出问题。嗯，他断有先手，现在他是靠这个。这招棋走了这个之后啊，白棋啊，白棋冲了，白棋冲的，对，挡住，挡住，然后小飞一个，对，他也没搬，飞一个啊。如果你扣就挡住的话，靠住是吧？他再走后一个，对对，是吧？嗯，他搬了再虎，没错，他想这样，但是这个时候呢，李世石一看斗不过他，他最后退让了，气死了，他就把这个给弃了。嗯，但是这个棋呢是白棋便宜，白棋是便宜。就这一代啊，这个阿尔法狗展示出来，还局部的计算，还有他对于这种地方还是很强的。对，他下的该出手时就出手，下的非常强硬。嗯，这个地方是便宜了。对。嗯，主要是他点进去的时候，黑棋已经没有好的防守的办法了。对，点的时候就是什么来不及了。就是他一点进去啊，他之后的那个算路啊就已经算好了。对，就是说他肯定的变化都已经是不行了，就黑棋。他只要一出手，现在是我们想啊，他不像对我们之间的那个棋手，你要对一个业余棋手啊。他这个下你都不用动脑筋，直接就往最强的走。对，但是他电脑啊，你就知道他的实力在那里。对。他只要一出手，真的让你心里啊，你就发毛，你就不敢跟他随便用枪。嗯嗯，所以他你的心态就已经发生变化了。是的，他这个走成这个时候啊，李世石可能心态已经不对了，下的也不是太好了。你看他走的这个啊，嗯，但这个时候已经别的已经没有办法了，他是走的这个，然后他就顶了。他冲了一下，然后顶住。冲这个棋也应该单挖，单挖啊，单挖哦，你就是说你也应该单走这个先手啊。哦，你吃了这，你要不走的话，我就粘上了。粘上就全连过来了呗。对呀、啊，那他白棋要打呢？白棋 打也是没用，打完了打你就已经脱先了，可以。哦，就是他这样，你就是说他提了之后，你就脱先了，先手啊。对，你再走别的了，就赶紧抢。赶快走那个点三三那个巨大。啊、那个点三三是巨大的，赶快把那个三三点了。嗯，这个落一个先手活了得了。对，他走这儿，而且又连续走了两手。他是顶了一下。他是顶了一下。他先冲，然后再顶。冲一个，冲一个，当然他人家挤，然后再冲他再顶，就不必要冲。但是冲完再顶，嗯，顶完之后呢，白棋脱先。对，白棋是白棋尖了三三在这儿。哎呦，那个太大，那个太大，那个是巨大。我觉得一直想点三三，那个是在黑空里，那一三三一点，那活出一块棋，多大？比这个大的多。不过刘老师，我有点疑问，就是这棋点三三，黑棋就活了吗？活了，我觉得这个不敢，他不敢再吃吧？啊，你要是吃我的话，那我觉得冒风险，要冒风险。那个吃起来就累了，那除非他的计算特别的强，特别强是吧？特别强，点三三，你要那个吃法，你要说要挡着这个吃啊？我跳在这儿吃，跳在这儿冲了，你再回来对一个，对对对，那个吃法就太冒险。但是这就算是能吃掉，在外面肯定也是有很多先手，而且吃掉也是需要打问号。能不能吃得掉？对，要打问号。那个那是一个，高深的计算。对，就是，邱老师说那一点呢，你跳在二路，我冲你再退。对，那是。他是这样的。好，这个现在呢，我们说这个黑棋一顶呢，白棋该走什么了呢？黑棋。白棋现在尖了三三，然后黑棋立了一下，对，在这儿定型，那个挡先手，对，夹住，定型完了，嗯，然后黑棋又挖吃，又多走一手棋，啊，这招棋如果这个子放在粘这儿，那就差的很多，那天差地远了，就质的区别，这一气啊，这一气跟差的很多，它就关键它连回来了那三个字，这一气本身呢，这块棋就没活，你要打我还可以做劫，是的，是一个打劫连的。嗯，而且他这个不冲了单走可能更好，那个就是说这个棋，等于你在这儿走了，嗯，少紧了一气差很多，这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李世石这个地方觉得他计算明显犯错了，还是不够紧凑。对，好，这个走成这样之后，白棋粘上了。白棋关键他没有没有错，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看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看到白棋有明显的错误。这个角你说他吃亏了，但是他占了很重要的地方。对啊，所以也不能说他就是不对的，是这下的。现在黑棋靠了一个。靠这个也有质疑，嗯，就比很多人觉得这个应该尖啊，手长我就搬粘，对，那个比实战的要强啊，就是说不靠就直接尖，就挺好，我们给它摆一下吧。好，哎，这实际的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啊，就是说尖一个，你长一个，我搬粘这么定型，是局部最佳。哦，时控最佳。哦，应该这么想。这个我估计白棋的步步这一冲过来，这块棋还没活呢。对呀、啊。黑棋这么下就是比较。那目数好多了。好得多。哦、你看，跟后面实战，这差很天差地远，真是。比后面的实战啊，后面实战还有他是走的什么呢？嗯，他是走的靠一个。他靠了一个黑棋啊，黑棋靠在上面。搬一个正常啊，白棋先加了一下，白棋先加一个，嗯，白棋先在这儿加一个，对，先加一下。你要立呢，它有一个断，对，有一个那么这一打什么这这里面味道太恶，有棋的，是的，那个也计算过有那个棋，嗯，这个一立呢，它是直接断，就直接断就行。就如果说这样啊，嗯，啊。对，这再打一个，打这个、嗯，对，这就有棋了。对，这样很容易出棋、嗯，这就有棋了。如果你提掉呢，我就虎下去。对，哦、这至少是打劫、嗯。然后你在那一提呢，这面一挤一扳、嗯，那里面眼位都那个什么了，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棋的。对，所以他李世石是只有粘，嗯，粘是对的啊，这个，这个没关系。但是这个地方啊，有现在虎被他扇一个就有点不如难受，还不如直接尖呢、不如单尖了。但是也是应该说这个也大，他是应该那个应该、嗯，他既然这么走了，他就他拐到上面去，然后这个冲一个挡住走虎一个，他打一个粘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粘一个交换一下目数更加。对啊，他就很奇怪，他为什么不粘掉？我们分析啊。说是电脑觉得够了，或者他不需要走的100%，对对对，一定要赢太多。是，他说他认为自己的赢的胜算已经够的时候啊，他会找一个最稳当的，不需要冒险。嗯，只能这么理解啊。对。然后白棋把这个吃掉，他团吃了，团吃，这个也是正确的，也是正确。刚才如果这儿紧一气就不一样了。锦衣气他就没那么容易吃回去了。锦衣本身是打劫了，吃不了。对呀、啊，对呀、啊。本你说锦衣气就要吃，我就粘住了、啊。现在粘住被人家吃掉了。嗯。这个相差太多。嗯。差太多，这一气等于差快，这现在目是致命的了。哎，目前来说，这一吃呢，这一块活了，这个大龙活了。嗯。那么他黑棋把这个打掉是吧？对。打掉。这个是先手是吧？提掉立，然后他又跳了一下，跳这个对，嗯，本来你这个粘的，现在粘不行，再爬了，你刷气。本来你要粘完之后啊，这里面是活棋，嗯，但现在呢，让黑棋先手把这个吃了，这个是稍亏了几目啊，对，亏了一点，但是亏了不影响胜负了。他觉AlphaGo觉得自己这棋肯定赢到手了就行了，对，他不计较他赢几目，他赢半目也行。对，这个我们理解这样。对，他不是我们的正常人那个感觉、啊。他觉得我们需要我们职业棋手嘛，就觉得局部你应该下出最佳的手法。哦，你明明你可以拿到的，为什么要走就让呢？对，这个或者人的这种惯性就是能得的我先捞过来，剩下先不要考虑那么多。这个这就机器它是说要只要赢了。嗯，怎么样赢概率最大就行，对，就可以了。是，可能我们理解就是这么回事儿。对，
这个现在他觉得这么亏两目不忽略不计，不是事儿是吧？他打了一个对提调对，然后立下去，这个利太大了，这个利不小，但是呢，这个利啊，被那一掺二啊，后来我们说这个也没有机会了。这后面就不够了，不够这样。利呢，往那面走走，但是也不会赢了。就是你利在那面走，作为电脑到这个时候啊，他肯定已经算清了，算清了。你就说赢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嗯，这个不在这个地方了。他这进入他的程序的时候啊，是很可怕的，根本就没有机会。嗯，现在就根本就没有机会。就到了后半盘的时候，基本上能算清的东西。你想再找机会，这事儿就基本上不太可能。他是只要进入他的框框的话，他的计算，尤其到后半盘的关子，真的是他强的，他太强了，太强了。确实，这个我们真的是难的没有办法，因为他后面的计算呢，后面的这种关子计算、目数的计算、均衡的东西，人的。算不过他，算不过他，确实，算不过他。就算是顶尖时期的李昌镐，我觉得也就是能跟他差不多就。但是李昌镐他会犯错，机器他不会。这么理解啊，他的计算的程序里面，只要是他认为胜率大过概率大过51%，你是49%，他是51%，基本你就没有机会了。嗯，他就是每一步都是按照自己的那个。沿着自己胜利那一个最稳当的那一步，对对对对，朝着胜利每一步都是稳当、稳稳当当的走，就不给你机会。对，每一次他只是要求不给你机会，赢多赢少他就算。对，因为我们正常下呢，我们赢半目，我老师心里没有底。有时候我算，比如说哦，是不是赢半目，或者赢一目半、赢两目半之前算的，但是我又怀疑，提出怀疑，我再数一遍，经常是这样。总想多赢一下，多安全一下。对，但是电脑不，它只要赢半目，它都是算得非常清。嗯，它的计算，而且它也没有对自己怀疑，所以这个太可怕，这也厉害，这就是它把人的那些弱点，它能克服了。嗯，所以这个我们理解，现在对它理解是这么多的啊。嗯，这个要说一下子都颠覆了我们之前的对它的认识了。嗯，这一下觉得棋手以后啊跟他下是没法下，就是说人跟他没法下，因为他还能够学习，有一个自我学习能力，就太强了。好，现在我们看这个官子啊，他这一拆二，然后黑棋断打了一下，断打这个都没什么了，那个断打只是让我先手这儿搬一个，对，搬了一下，搬一下啊，这个是白棋，白棋。这个是黑棋，现在该黑棋走。现在该黑棋下。对，黑棋下，黑棋是黑棋跳了一个，跳一个。嗯，对，白棋搬过一下。白棋搬一下，搬他的团，他团在这儿。然后他又小尖了一个。小尖一个，那个小尖也是非常好的，巨大，稳稳当的，不走的我再往里尖，这个就是进入他的官子程序了。是。那么他在那边。然后他先手搜刮这儿。搜刮。嗯。这个其实不如三三那个稍微好一点，但是这个已经没有关系了。对。没有大关系。三三的话，他就拖，然后拖了粘上，对对。拖了粘上。但实际上那个可能稍微好一点点。那这个棋呢？急打。急打。然后他断。断打。这电脑下的可有意思了，本来以为急打完了，他总是打完了接上嘛，不拖，这个是正常的。这个也有狠一点走那个。也说走那个，因为这边是个劫。对。他如果说白棋现在走这个的话，那么黑棋即使走这儿，要跟他打劫，他这里是个连环劫。搬了打劫，连环劫也可以过。它是个连环劫。对对对，官子哪个好，也有喜欢这样的啊。对，也有喜欢这样的官子的，但是他没有那么走啊，他下的是断打。断打。然后他提调的时候呢，单弯了一个。单弯了一个。啊。对。所以，像这样的形状，我们大家都表示怀疑，说这个电脑到底会不会打劫？对。嗯，然后之后呢，黑棋就小尖了一个在这儿。小尖，对，小尖。他这儿白棋飞了一下，对，飞，然后他跳，挡住，他爬了一个，黑棋爬了一下，一个对，他走这个接上，渡过，渡过，提掉，这个定型成这样，嗯。这就是完全是官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对，现在都是小官子了，小官子，主要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家犹豫不决的地方了，已经。
黑棋就搬粘。搬粘，对。嗯，先手啊，然后把这个提了，那个是最大，但是他这个冲完之后是先手了，挡住，是的，嗯，然后白棋把这个粘上，把这个粘上，粘上先手，这个你要团这个是吧？嗯，团这个，接住，提掉，对，这个先黑棋他的刚才团的是那个啊，啊，团的是这个，对，啊，团这个，啊，嗯，对，关子是一样，对，黑棋团住，对，走这个，然后。白棋接上，提掉，这个都没有什么可以，基本没有，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已经，他就把这个打过，哦，那个，然后人团了一下，这棋反正肯定是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李世石他这个经过计算，因为李世石的久经沙场，他经过目数的再次确认，他认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希望了，因为。这明显的怎么着也没有漏洞了，对，是没有可赢棋的地方了，绝对没有了，嗯，这个就，这个明显的就败了，嗯，没错，这就认输了这个棋。对，其实过程当中呢，我觉得黑棋还是有很多地方黑棋可以下得更好一点，但是也不能说这棋就是，比如说刚才刘老师强调这儿哦。黑棋要搬粘完了之后呢，他就不会有这个点了，那就不一样了啊。还有这儿呢，比如说黑棋可以尖顶完了搬粘啊，还有这儿可以单挖一个，它可以下得更好。还有这个单挖，对，还有很多之前的一些布局的一些更凶的象等等等等。但是呢，你不能这个说李世石就一定对，如果那样下，他也不一定就能赢，或者自己上去就一定比他强，都不能这么说。对。不管怎么说，经过这盘棋呢，我们看到了 AlphaGo 强大的实力，应该说，这盘棋呢，李世石可能他发挥的不算很好，但是呢，即使他能下得对，这棋他也不见得就能赢。所以说呢，我觉得怎么说，看起来还是 AlphaGo 非常强大，确实，尤其到了后半盘，他几乎就没有错误，这点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下到后半盘的话，因为人类他是会有情绪的啊，他会有感情，所以他会有犯错的机会，但机器他不会啊，这点就很可怕，确实是啊。那么这盘棋呢，就是李世石中盘赋予了 AlphaGo。好，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